对手自称没输过。王铁锤一看，你实在是太猖狂了，你没输过，那是没遇到我。这盘棋，王铁锤为了教训他，先选择弃车，再选择弃马，直接杀的这个没输过的人怀疑人生。我们来看精彩实战，铁锤呢当头炮，没输过，把马跳。红旗一看，人家既然敢口出狂言，应该也是有两把刷子的，就走了一个稳健的三兵，这个推的出车，红旗呢上马，黑棋呢来了一个三不虎，不让你出车，那红旗呢就选择了进这个马，黑棋呢不能让你俩兵都挺起来，先挺个卒，红旗呢就选择了五八炮的一种进攻，你要是上马呢，它可以压你的马，可以打你的卒。哎，一招两用。黑棋上马，红旗呢先选择了一手高横车，并没有选择平炮压马。黑棋高车，下一招准备对卒，那红旗呢就动手了，不能给你这个对卒活马的机会。打过来，打着底象呢，黑棋呢飞个象，红旗呢再把这个车亮出来。黑棋呢出车，红旗呢肯定车八进六点进去，要不然的话人家进炮封车。黑棋平炮要对，红的呢不跟他对，保持这种高压态势，平车压马。黑棋呢来一手高车宝马，高车宝马之后，以后啊他可以退炮，或者说退这个炮，再平炮打车。红旗呢先横车占肋。也防止你退这个炮，它可以点进来。黑棋呢，先补一手士，红旗呢就选择冲中兵，以后中炮盘头马，中路猛攻。黑棋呢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冲边卒，冲边卒下一招啊准备高炮，高炮这个卒林呢牵制你，那红旗呢就先把车啊点进来，哎，你点进来。他也啊，高炮打你，那红旗呢就选择了炮退一步，那卡住象眼来，你也象不动。黑棋呢选择先把车啊躲开，红旗呢在这里啊走得很凶，冲中兵，黑棋冲掉，然后啊红旗啊手起刀落。来了一个弃车砍炮，那黑棋呢也只能踩掉，红旗呢再给他杀掉，这样呢相当于是一车换了双，这个炮还在嘴里呢，但是你不敢飞，你飞的话一将，立马就玩完了。那黑棋呢选择了一个退车，守住底线，这个退车守住底线呢就不如车平肋，车平肋同样的你也护住了这个。定居的这种杀招，向着这个炮呢，以后冲卒过来呀、啊，你就没有这个上马的手段的这个卒啊，这个车啊，控制住这个兵线。实战呢，他选择了这个回马，回炮到底线，那红旗呢就进炮牵制，黑旗呢选择了一手冲卒。那一般情况下来说，这个中卒它是非常毒，尤其是这个位置，像钉子一样钉在这儿。这个俩马呢前进无路，没想到啊，红旗在这里啊突出一步妙手，迎着你的卒口就把这个马呀跳上来了。黑棋你要是吃掉，红旗踩上来，那以后这一跳，那这可是毒辣辣的毒。黑棋不敢吃，选择了一个先高车，那他就把马打掉。黑棋啊，这个时候选择冲下来。这个时候啊，出马呀，还是有点急躁。他呀，应该先打过来。打过来，你要是给我踩了，我再冲下来。你要不理我，我以后倒底，这个冲加底车打象，对红旗啊还有牵制。那你这样，他肯定是跳上来了。跳上来，这个马这一跳，可就受不了了。
黑棋呢还得平车过来守一下，那红棋呢就往这边跳了。这个四六路你总得给我一条线。他再退车捉一下，红棋呢帮忙跳进去。黑棋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出老将，这招出老将应该说是一个致命的败招。将不安慰，此乃兵家大忌。他守这个卧槽啊，他应该考虑啊，走一手车八平七平车来守住卧槽。他出老将之后啊，他选择了一手补士，以后啊，准备平肋炮牵制。黑棋呢，在这里又走出一步软手平炮。平炮呢，它一个呢可以下底线来骚扰你，再一个呢可以高过来，然后呢扣中牵制。但是呢，动作呀，这太缓了。黑棋在这里顽强一点的话，应该吃个士，先把这个马呀给它抵住。我们经常说，支起羊角士，不怕马来将。那这样走的话，红旗呢就平炮把它套住了。那黑棋呢还在吃一手士，红旗呢就巧手过兵。这个棋，这个兵，你敢不敢吃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要是敢吃这个兵，那红旗呢就回马一踩。这个江浙军呢，只能再过来，再进马一踩，现在踩着车，踩着炮，那你也只能将一军先逃开。那他一飞象，你这个车再走开，哎，他再把你士一打，这个就非常凶了。以后炮退一步，有马后炮的这杀招，你进来吧，人家卧了将，你还能再出来，相当于没走。所以说，这个红旗这招送兵，黑旗呢又不敢吃，你这个下底一将呢，我就说了都是骚扰。他选择了进车，那红旗呢回马，黑旗呢这个车啊还是动不了，他就先把这个兵啊给飞了。兵飞掉之后，黑红旗呢也没有踩这个象，还是啊选择把马跳进去。那这个棋我说了，你下底将啊只是骚扰，没有用。所以呢，还是选择了一手进炮，希望啊以后能够扣中炮，铁帽子扣上，对红旗有牵制。红旗呢就再送个兵，把他炮隔断。你要是吃过来，虽然说过河了一个卒，但是这个炮又废了，那他不吃。他又选择了进一步，那红旗动手把士踩了，吃不动，平一将，那不能飞象，飞象的话把炮吃了，红旗呢就只能是出帅，黑旗呢再退个炮，把马绊住，那红旗呢选择一手回马，将军踩着车，正好呢看出了这个点，你也不能反将。黑棋呢平车过来，红旗呢再平车一将，黑棋呢只能老将进中，红旗呢再来一将，黑棋呢只能上老将，红旗呢个肋，现在点一将这就要了命，黑棋呢只能把车退回来守，红旗呢再平炮一将。黑棋呢就傻了眼了，你这个炮又走不开，出老将，那人家呢再把象一踩，下一招平一将，这个炮就丢了，你这个车呢也高不起来，也不能高起来守，你支个士啊也没有用，因为你支个士，它也是一将，你垫个炮，哎，它再一套炮，这个棋啊还是丢子。那走到这儿，你看大势已去，也只好投子认父。